大家好，非常高兴今天给大家录这个视频。然后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会定期录制一些视频，介绍一下我对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的一些感受，和包括使用的一些经验，然后以及在我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，以及如何去处理和解决的。